上好，欢迎收看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九号的吉林新闻联播。今天节目需要二十七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六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审议贯彻落实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方案送审稿，关于境外返回人员集中隔离期间及确诊后相关费用分担机制有关建议。 我省援鄂人员返吉后接待和集中医学观察工作方案送审稿，听取2020年春季学期中小学开学准备工作，分区分级做好返来籍人员管理工作等情况汇报，分析我省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巴音朝鲁主持并讲话，省长领导小组组长景俊海出席。 巴音朝鲁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严格落实各项举措要求，以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三清零”，疫情防控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数据清零不等于风险清零，不意味着全面胜利。 当前国内外疫情形势还十分复杂，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疫情反弹的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国际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增加，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一定要慎终如始，善作善成，严格落实分区分级防控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双胜利。巴音朝鲁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巩固好来之不易的战果，巩固好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把严防境外输入风险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完善数据共享、信息通报和入境人员核查机制，航空运输、口岸检疫、目的地送达、集中隔离、社区防控等环节要形成闭环、无缝链接，不能留下盲区隐患。 严格落实教育部“三个不开学”的底线要求，积极稳妥做好复学复课准备工作，妥善解决双职工家庭未成年子女陪护问题，坚决抓好中央指导组反馈意见落实，坚持质量标准，加快工作进度，争取早日完成任务。巴音朝鲁强调，要扎实做好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沟通协调，协调解决口罩生产原料紧缺问题。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提升本地生产供应能力，统筹做好医疗物资调配，加大重点地区投入力度，确保疫情防控需要。巴音朝鲁强调，要精心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按时足额把各项补贴发到困难群众手中，绝不能让疫情影响他们的基本生活。 重点关注特殊困难群体，开展心理疏导、陪伴支持等服务，加强走访探视，给予人文关怀，让人民群众在特殊时期更加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巴音朝鲁强调，要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和广大医务工作者，切实做到关爱到位、补助到位、宣传到位，进一步广泛凝聚起全省各级各方面力量。 景俊还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精准和科学，目标再聚焦，举措再强化，力量再集中，严防境外疫情输入。要立足空间和工作，形成闭环，落细落实各项举措。要立足解禁和纾困，提高复工复产效率，加快复市复业，推动消费提质增量，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要立足统筹和发展，抓好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今天，省委书记巴音朝鲁来到长春市，看望慰问一线项目建设者，调研指导重大项目建设、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按下快进键，吹响集结号，在确保安全和质量前提下，全面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提高复工复产效率，确保人财物有序流动，产供销顺畅衔接，努力实现一季度良好开局，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巴音朝鲁首先来到长春市轨道交通六号线吴家店东站施工现场，看望慰问一线建设者，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叮嘱大家要做好个人防护，确保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他希望企业抢抓当前春季回暖的黄金期，全面加快建设进度，争取早建成、早运营。 在东部快速路南延长线项目现场，巴音朝鲁认真了解施工进度，强调要不断优化城市设施，着力解决交通延伸、成网贯通问题，让城市更具活力、更添实力，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推动长春向现代化城市转型升级。巴音朝鲁十分关注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在长春捷易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看到生产车间一派忙碌景象，他十分高兴。 线束工人单春丽介绍说，在防疫方面，企业推行网格化管理，专人负责防护物资保障和消毒分餐等工作。巴音朝鲁给予充分肯定。在得知企业九零后负责人带领大家不断创新，产品出口八十七个国家及地区时，巴音朝鲁十分欣慰。他勉励企业树立远大理想，勇担社会责任，增强创新意识，聚焦智能制造，加快转型升级，把自身做优做强。 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巴音朝鲁查看四价流感疫苗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情况，指出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抢时间、赶进度，争取将疫情延误的工期补回来。相关部门要提供高效服务，确保项目如期投产达效。调研中，巴音朝鲁强调，要准确把握疫情防控形势新变化，继续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织密织牢安全网，确保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要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采取超常规举措，全面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要提高复工复产效率，引导企业抢抓机遇、化危为机，不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一季度良好开局，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 要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全面落实惠企扶企政策，帮助解决项目建设困难和问题，积极高效帮助企业达产达效，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胡家福、王凯参加调研。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主持召开省政府二零二零年第十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准确把握阶段性规律，因时因势调整工作应对举措，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会议听取关于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调整、二零二零年春季学期中小学开学准备工作、境外返回人员集中隔离期间及确诊后相关费用分担机制有关建议、分区分级做好返来籍人员管理工作的汇报，讨论通过我省援鄂人员返吉接待和集中医学观察工作方案、二零二零年吉林省全民共建绿美吉林活动月实施方案。 吉林省促进汽车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决定按程序上报。会议指出，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我省抗击疫情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精准防控，恢复秩序，重回轨道。 加快建立与低风险疫情防控形势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全力阻断境外疫情输入，强化两个闭环，严防交叉感染，坚决守住风险底线。坚持分区分级管理，用好吉祥码等信息技术手段，对高风险地区返吉来吉人员实施集中单独隔离措施，对中风险地区人员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对低风险地区人员不采取隔离措施。 细化开学方案、防控预案，做到一地一策、一校一方案。现阶段要精心安排线上教学、居家生活，确保广大师生身体健康。要做好我省援鄂人员返籍后接待和集中医学观察工作，热情迎接英雄凯旋。要发挥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加快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培育平台经济、网红经济等新兴消费热点。 全力稳外资、稳外贸，努力实现一季度发展预期目标。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主持召开全省经济运行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引，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紧盯目标不动摇，夯实举措不松劲儿，全力以赴稳增长，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会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汇报一至二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与会同志进行讨论发言。景俊海指出，疫情发生以来，各地各部门攻坚克难、务实重行，抗击疫情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为做好下步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景俊海强调，当前稳增长压力较大，任务艰巨，必须毫不放松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调整完善应对举措，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一要狠抓工业，全面实现达产达效，提高复工复产效率，最大限度补工补产。对重点企业要专班服务，一起一策解决问题。 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减负稳岗扩就业并举，推动产业链整体复苏。二要狠抓消费，尽快实现扩面提速，坚持多措并举提质增量，因地制宜制定促消费政策措施，引导群众走出家门放心消费。三要狠抓项目，全力推动开工建设，抢抓进度，争先抢早，能开则开，挖掘潜力，形成增量，力争一季度投资实现较快增长。 聚焦十个围绕和新基建“七六幺”工程要求，按照“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抓紧谋划一批重大项目，成熟一个动工建设一个；创新招商引资模式，精准有效推进线上洽谈，争取更多成果。四要狠抓春耕，为粮食丰收筑牢基础，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全力抓好备春耕生产，做好果蔬、肉蛋奶等保价稳供工作。 五要狠抓融资，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在打击非法集资、扩大合法融资上下功夫，为企业协调融资要常态化、清单化、实效化，破解融资贵、融资难问题。稳增长关键在抓落实，要做好施工图、流程图，一盯到底，上下贯通，形成工作闭环，细化到表，实化到图，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吴靖平、刘金波、安理家、张志军、蔡东、王志厚等参加会议。各市州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视频连线参会。按照省委安排部署，今天省政协主席江泽林来到长春市调研所联系的重点企业。 江泽林先后来到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深入生产车间、研发中心，并与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销售情况以及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难等。江泽林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准确把握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切实帮助重点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江泽林强调，要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激发创新活力，切实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要立足产品特色，进一步加强营销方式的创新与转变，扩大产品影响力，不断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发挥职能作用，切实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和面临的具体问题。企业要坚定信心，加快研发新产品，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确保生产安全平稳运行。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贡献智慧和力量。其远方肖博文参加调研。 三月十七号开始，多支各地支援湖北医疗队完成救治任务，陆续返程。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何时返程，成为大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今天，记者在吉林省支援武汉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由于我省医疗队承担着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任务，启程回家的时间还要延迟一些。 早上八点，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B 栋九楼东区，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尹永杰正在与病房内的值班医生视频连线，围绕着一位正在使用 ECMO 的患者商讨病情。关一下那个 ECMO 的那个氧流量，看看那个肺子到底什么情况。 伴随着痊愈患者陆续出院，病区内的患者逐渐减少，却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为了保持对患者治疗的连续性，他们的战斗还要继续。到了现在这种时刻，我们曾经亲手救过来的那些个病人，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进行最后的康复。我愿意继续留下来，和我的伙伴继续工作到最后一刻，直到把病人安全的、稳妥的送出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 B 栋七楼东区是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接管的疗区，在这里，记者意外碰到一位兴冲冲拿着大红福字的医护人员。原来，今天疗区七名准备出院的患者中，二十一床的肖老先生恰好过生日，这是医护人员们准备送给他的离别祝福。 而这位肖老先生，正是前段时间曾出现在我们屏幕上那位被刮胡子的老人。从入院时的不吃不喝、不配合治疗，病情陡转直下，到现在能够乐呵出院，在外人看来就是个奇迹。而即将出院的老人家也一直在念叨着吉林医护人员的好。 现在条件有限，我们到处去找了一下，然后找了一个这个上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吧。在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负责的疗区，多数患者已经治愈出院，剩余的重症患者和危重患者已经不多，而且病情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对于我们医务人员来讲，呃，还有患者还没有治愈，我们下一步呢还要继续努力，然后争取呢战斗到。 这个疫情防治的最后一刻，按照国家卫健委统一部署，为了保持治疗连续性，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还要继续奋战。这既是国家对我省医疗队的信任，同时也说明我省医疗队是一支英勇顽强、敢打硬仗的铁军。目前，我省医疗队状态良好，队员都斗志昂扬，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没有最后一个病人出院，我们是一直会坚守到这里的。 从大年初二，吉林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奔赴湖北武汉开始，到今天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四天。这段时间，一批批抗疫英雄离开吉林，奋战在一线。他们临危受命，火速出征，担当着医者仁心的济世情怀。他们充满决心和勇气，以精湛的医术抢救患者，参与着这场必须要打赢的战斗。 对于期待他们凯旋的吉林人民来说，这是漫长的五十四天，但也是骄傲的五十四天。武汉文旅局在发布吉林医疗队的抗疫海报中写道：“最美不是樱花，是战斗在一线的你。晴川历历，芳草萋萋，我们期待故人西辞黄鹤楼的那一天。” 为确保国家保护、关心、爱护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政策落实落地，我省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相关人事编制激励政策实施细则。 从公开招聘、岗位聘任、考核奖励四个方面落实激励措施。其中，在招聘方面，对支援湖北医务人员、直接接触省内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医务人员、受到市级以上表彰人员等三类人员中的编外人员，用人单位可通过直接考核的方式定向招聘入编。 在岗位聘任方面，对疫情防控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在本单位组织职称晋级或岗位等级晋升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聘任。在考核方面，对在疫情防控中受到表彰的事业单位集体，可提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数比例。在奖励方面，对作出突出贡献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集体，按管理权限开展及时奖励。 目前，省人社厅已对三名防疫一线人员给予记大功奖励，指导各地对十三名编外人员进行直接考核招聘，对第一至第七批支援湖北的一百七十九名医务人员组织开展职称晋升或岗位等级晋升工作。 截至三月十八号二十四时，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连续二十四天零报告。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九十三例，累计治愈出院九十二例，病亡一例。省卫健委提醒广大群众不要放松警惕，当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要提高防范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连日来，我省各地采取有效措施，助力项目开复工生产，将疫情期间影响降到最低。抢抓项目开工，时间就是效益。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能源局确定的2020年新建推荐站点，这个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投资70亿元的重点项目，不但要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面对自然条件的挑战。 为了把疫情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吉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在条件允许后，第一时间派出七十多人的队伍，顶风冒雪开展森林调查。现在你仍然是大雪封山的时候，这个雪深呢都是一米左右，这个每天的工作量相当大。从三月初到现在，调查队已经完成近三百公顷林业资源调查工作，有力推动了项目进展。 投资三十亿元的白城市光伏发电二期项目，从二月初开始分批次复工。该项目在白城市各地共有五个施工现场，分别由不同施工方合作完成。全面复工面临不少困难。记者在通榆县红星基地建设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焊接光伏组件基础支架。疫情防控现场检查验收通过之后，第二批呢，我们是三月十五号，呃，进场陆续的分批次组织人员复工。 从二月十号开始，白城市能源局牵头协同各县市组建了多个项目服务组，帮施工单位完成项目备案、环评、水保和地矿压覆等前期工作。要加紧开工步伐。投资三点八亿元的通榆县善能新能源公司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也遇到了人手短缺的困境。为了让外省员工尽快有序返岗，当地政府也积极为企业想办法。根据全国不同疫情的情况，分批重点包车。 这种采取这样的方式，嗯，呃，积极对接，积极的这个帮助，然后保证工人陆陆续续，那个已经到达现场。截至目前，已有六十五名工人顺利返岗，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三月十八号，吉域无线携手共赢线上恳谈会在长春举行。活动通过网络对接、视频洽谈的方式，搭建吉林与全国企业家项目对接、信息共享的平台。重点介绍了我省助企、暖企、惠企政策，推介我省“双五百”重大项目。因为，呃，我们讲这个外贸、外资和外经啊，他们三个一定是互相联动的。通过一些企业走出去，那么呢，会扩大这种出口，同时呢，也会。 在境外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呢，也会学到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围绕我们省的支柱和优势产业，谋划出一批优质的项目，吸引了境外的投资者到基地上来发展。本次活动由省政府主办，省商务厅与郑和岛联合承办。主会场外同时设置北京、长沙两个郑和岛分会场，杭州、大连、西安、长春四个企业分会场。 郑和岛是全国企业家互助学习、彼此赋能的创新型平台。从二零一八年起，我省已经通过这一平台举办了三场项目对接活动。三月十七号，长春兴隆海关单日就为一百八十二个集装箱验核封制，不但创下通车以来单日监管量最大的记录，也实现了首单“三并二”疾病运输模式测试，降低了企业运输成本。 三并二疾病运输模式是指从长春兴隆铁路口岸发出的三列中欧班列，在抵达满洲里口岸后合并为两列，既让单趟列车满足俄罗斯方面的车厢数量起运要求，又减少了报关费用。 在长春地区实现了自有的一个三边二边境的话呢，迅速进行整编，迅速进行这个编组，对于我们长春中欧班列的整体的这个运行费用的一个再一次的大幅下降，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近日，海关总署下发《海关支持中欧班列发展的十条措施》，允许企业将同一进出境口岸、同一日期车次、同一境内收发货人、同一合同和品名的申请仓单归并，也将减少报关次数，降低报关成本。 同时，十条措施还允许企业自主选择在属地海关办理清关手续。长春兴隆海关在帮助企业节约成本的同时，简化申报手续，提高通关效率的贴心服务，无疑很有吸引力。目前，大约六十家吉林省内企业选择在本地报关，大幅缩减了班列在口岸的滞留时间。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长满欧已承运进出口货物两千二百八十六标准集装箱，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二，货值约九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二十八。针对疫情对贫困人口务工就业造成的影响，吉林省精准施策，多措并举，促进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增加贫困户收入。三月十八号，央视新闻联播对吉林省打通贫困户就业渠道，助力脱贫攻坚的成效进行了报道。 吉林省大安市永和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张春林最近一直在为找不到工作犯愁。本来靠务工收入，他今年铁定能脱贫，现在却有点悬。张春林闹心的事，也是政府挂心的事。针对疫情对贫困人口外出就业带来的影响，吉林省紧急出台十项举措，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稳住脱贫攻坚的好势头。在做好贫困劳动力对外输出的同时。 还第一时间投入财政扶贫资金六千万，开发了一万五千个扶贫公益性岗位，重点解决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问题。正是得益于这个优惠政策，张春林在家门口就找到了保洁员的工作，一年收万八块钱的，而且还能照看家，这挺好的了。 此外，对于贫困人口就近就地就业，吉林省按标准提供每人五万元以下、三年期以内免担保、免抵押、财政贴息的扶贫小额信贷；对于符合条件的扶贫车间，按每吸纳一名贫困劳动力给予一千元一次性奖补；对符合政策、带贫效果好的龙头企业给予财政贷款贴息补助。通过综合施策，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加快推进。 截至目前，全省贫困劳动力就业达七万两千一百四十二人，占去年贫困劳动力就业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四。这两天，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开展的“吉林很美，我在等你”主题活动持续升温，又产生了一批展现吉林风采、振奋医患精神的作品。吉鄂两省的秀美风光被描绘在防护服上，穿进疗区，激励起患者战胜病魔的勇气与信心。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微信和极士通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再见。